孤独, 孤独。 虽然我一个人生活, 但我并不觉得孤独。 虽然我一个人生活, 但我并不觉得孤独。 股份, 股份。 董事长持有公司52%的股份。 董事长持有公司52%的股份。 辜负, 辜负。 对不起,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。 对不起,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期望。 骨干, 骨干。 他是技术部的骨干, 领导们都很看重他。 他是技术部的骨干, 领导们都很看重他。 古怪, 古怪。 他性格古怪, 大家都不愿接近他。 他性格古怪, 大家都不愿接近他。 孤立, 孤立。 他因在学校被同学孤立而感到自卑。 他因在学校被同学孤立而感到自卑。 顾虑, 顾虑。 跟他说出我的顾虑后, 我感觉轻松了许多。 跟他说出我的顾虑后, 我感觉轻松了许多。 姑且, 姑且。 既然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解决, 那就姑且放在一边, 以后再说。 既然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解决, 那就姑且放在一边, 以后再说。 固然, 固然。 工作固然重要, 但健康也同样重要。 工作固然重要, 但健康也同样重要。 顾问, 顾问。 他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, 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问他。 他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, 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问他。 故乡, 故乡。 故乡的变化太大, 我差点没认出来。 故乡的变化太大, 我差点没认出来。 故友, 故友。 生存的欲望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。 生存的欲望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。 故障, 故障。 我的车昨天出了故障, 这辆车是我向朋友借的。 我的车昨天出了故障, 这辆车是我向朋友借的。 固执, 固执。 我爸爸太固执了, 谁劝 都不听。 我爸爸太固执了, 谁劝都不听。
拐杖，拐杖。奶奶拄着拐杖向我走来，奶奶拄着拐杖向我走来。罐，罐。我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罐过期的果酱。我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罐过期的果酱。贯彻，贯彻。我们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。我们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。官方，官方。这是官方发布的消息，应该是真的。这是官方发布的消息，应该是真的。灌溉，灌溉。这条水渠解决了农田灌溉的问题。这条水渠解决了农田灌溉的问题。观光，观光。这种船是专门给游客观光使用的。这种船是专门给游客观光使用的。惯例，惯例。按照公司惯例，销售业绩第一的员工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。按照公司惯例，销售业绩第一的员工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。管辖，管辖。我也没办法，这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。我也没办法，这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关照，关照。我在那家公司工作时，老板十分关照我。我在那家公司工作时，老板十分关照我。光彩，光彩。他们虽然赢了，但取胜的手段并不光彩。他们虽然赢了，但取胜的手段并不光彩。光辉，光辉。电影将主角塑造为一个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。电影将主角塑造为一个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。广阔，广阔。旅游能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广阔。旅游能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广阔。光芒，光芒。他脸上闪耀着幸福的光芒。他脸上闪耀着幸福的光芒。贵，贵。他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。他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。轨道，轨道。不
不要在火车轨道附近玩耍，非常危险。不要在火车轨道附近玩耍，非常危险。规范，规范。在将英文翻译成中文时，用词需合乎中文的规范。在将英文翻译成中文时，用词需合乎中文的规范。规格，规格。这批货的产品不符合规格，我们要求退货。这批货的产品不符合规格，我们要求退货。归根到底，归根到底。这件事归根到底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件事归根到底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规划，规划。他对未来的规划是5年内当上经理，10年内自己创业。他对未来的规划是5年内当上经理，10年内自己创业。归还，归还。向图书馆借的书要按时归还。向图书馆借的书要按时归还。归纳，归纳。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为3点。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为3点。规章，规章。每一个员工都应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每一个员工都应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。贵族，贵族。中国古时候的皇后并不都是出身贵族。中国古时候的皇后并不都是出身贵族。棍棒，棍棒。暴徒们手持棍棒冲过了警戒线。暴徒们手持棍棒冲过了警戒线。过度，过度。过度清洁反而对皮肤不好。过度清洁反而对皮肤不好。过度，过度。公司正处于转型的过渡阶段。公司正处于转型的过渡阶段。果断，果断。他做事果断，深受老板的赏识。他做事果断，深受老板的赏识。国防，国防。这个国家的国防实力非常强。这个国家的国防实力非常强。过奖，过奖。
过奖了，我的中文一般，只够简单交流。过奖了，我的中文一般，只够简单交流。过滤，过滤，这是用来过滤咖啡的。这是用来过滤咖啡的。过湿，过湿，由于它的过湿，工厂损失了一个大订单。由于它的过湿，工厂损失了一个大订单。过问，过问，爸爸工作上的事儿，妈妈很少过问。爸爸工作上的事儿，妈妈很少过问。国务院，国务院，中国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。中国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。过瘾，过瘾，天气太热，刚喝了一杯冰水，真过瘾啊。天气太热，刚喝了一杯冰水，真过瘾啊。过于，过于，你不必过于为我担心，我没事的。你不必过于为我担心，我没事的。嗨，嗨，嗨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嗨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海拔，海拔，这座山峰海拔有5000多米。这座山峰海拔有5000多米。海滨，海滨，大连是中国的一座海滨城市。大连是中国的一座海滨城市。含糊，含糊，他的回答很含糊，我不确定他是什么意思。他的回答很含糊，我不确定他是什么意思。罕见，罕见，他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疾病。他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疾病。捍卫，捍卫，我不同意你说的话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他的权利。我不同意你说的话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他的权利。寒暄，寒暄，他们见面后只是寒暄了几句，并没有提到合同的事儿。他们见面后只是寒暄了几句，并没有提到合同的事儿。含义，含义，同一个词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。同一个词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。
航空，航空。因天气不佳，航空公司决定取消当天所有的航班。因天气不佳，航空公司决定取消当天所有的航班。行列，行列。大学一毕业，他就加入了教师的行列。大学一毕业，他就加入了教师的行列。航天，航天。中国的航天技术发展迅速。中国的航天技术发展迅速。航行，航行。他们的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天。他们的船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天。耗费，耗费。这个项目至少要耗费500万人民币。这个项目至少要耗费500万人民币。好客，好客。他热情好客，经常邀请朋友到他家聚会。他热情好客，经常邀请朋友到他家聚会。豪迈，豪迈。这支歌表达了中国人民豪迈的气概。这支歌表达了中国人民豪迈的气概。毫米，毫米。这种纸单张的厚度约为0.1毫米。这种纸单张的厚度约为0.1毫米。毫无，毫无。毫无疑问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。毫无疑问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。号召，号召。政府号召人们节约用水，保护环境。政府号召人们节约用水，保护环境。喝，喝。他站在雪地里，不停地对着双手喝气。他站在雪地里，不停地对着双手喝气。和蔼，和蔼。他对学生的态度总是那么和蔼。他对学生的态度总是那么和蔼。合并，合并。这几家小公司合并成了一个大公司。这几家小公司合并成了一个大公司。合成，合成。这件衣服的材料中含有合成纤维。这件衣服的材料中含有合成纤维。
合乎，合乎。这座大楼的质量完全合乎设计规定的标准。这座大楼的质量完全合乎设计规定的标准。合伙，合伙。他们合伙买下了这家公司。他们合伙买下了这家公司。和解，和解。他们昨天吵架，今天又和解了。他们昨天吵架，今天又和解了。和睦，和睦。既然你无法和公婆和睦相处，那为什么不和他们分开住呢？既然你无法和公婆和睦相处，那为什么不和他们分开住呢？和气，和气。别为一点小事伤了你们之间的和气，不值得。别为一点小事伤了你们之间的和气，不值得。和身，和身。这条裤子很合身，但是价格贵了点。这条裤子很合身，但是价格贵了点。核算，核算。我核算了下成本，发现这单生意利润很少。我核算了一下成本，发现这单生意利润很少。和谐，和谐。他们家和邻居们的关系非常和谐。他们家和邻居们的关系非常和谐。黑，黑，黑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黑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恨不得，恨不得。我恨不得现在就能见到你。我恨不得现在就能见到你。痕迹，痕迹。他的胳膊上有被咬过的痕迹。他的胳膊上有被咬过的痕迹。狠心，狠心。这个狠心的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这个狠心的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哼，哼。他一边骑着自行车，一边哼着他最喜欢的歌曲。他一边骑着自行车，一边哼着他最喜欢的歌曲。哄，哄。只要哄一哄，他就会安静的。只要哄一哄，他就会安静的。轰，轰。你可以用吹风机把湿衣服烘干。你可以用吹风机把湿衣服烘干。
红包，红包。医院不允许医生收病人的红包。医院不允许医生收病人的红包。轰动，轰动。这条新闻轰动了全国，一天之内大家都知道了。这条新闻轰动了全国，一天之内大家都知道了。宏观，宏观。从宏观角度来看，全球经济仍不景气。从宏观角度来看，全球经济仍不景气。洪水，洪水。他家的房子被洪水冲倒了。他家的房子被洪水冲倒了。宏伟，宏伟。你的计划很宏伟，但是不太实际。你的计划很宏伟，但是不太实际。吼，吼。他生气地对着电话里的人大吼。他生气地对着电话里的人大吼。后代，后代。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保护自然资源。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保护自然资源。后顾之忧，后顾之忧。为解决顾客的后顾之忧，我们店承诺七天之内无条件退换货。为解决顾客的后顾之忧，我们店承诺七天之内无条件退换货。喉咙，喉咙。我今天说话太多，现在喉咙很痛。我今天说话太多，现在喉咙很痛。后勤，后勤。军队的补给由后勤部支持。军队的补给由后勤部支持。候选，候选。他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。他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。互联网，互联网。谷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。谷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。胡乱，胡乱。你不了解事情经过，就不要胡乱猜测。你不了解事情经过，就不要胡乱猜测。忽略，忽略。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。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。